Ah, oh, das ist Jim, der Junge. Ja, kein Tier, da hat ja. Hat sie gar. Das heißt, ich wollte ja. Ja, und sie sind ein Schild, sie sind USB connected. Hat ihr nicht, na, sie sind ja USB, aber sie sind ja mal, sie gar. Ich habe so doch mal. Mehr, aber können. Ich habe da doch mal.有带路，那再提钥匙你要还我 ？No。对，就是这样。为什么这么麻烦？对啊，搞不到清楚。被风吹的吗？嘿，不知道啊。躺下了。怎我没办法。不是吧？左上角才是。觉得是风的关系，而且它四个方向都会乱吹。前后摇动，停下了不就又要推吗？这个位置，往左边，帮你加速。
连缆车都看得到，那边有太阳哎。连缆车都看得到，然后继续咯。路上也没什么雪啊，这边没有。对啊，像上面比较有。对啊，我滑一滑，现在就觉得累了呢。过不去，切过去的话是黑线，第二支笔上级者的线，就是我原来说要切去缆车的路线。上级者，不知道，再看下面这个牌子的背面写什么。不能往上吗？啊、哪里是闭锁？没有，他没有开的。他现在有开啊。对啊。嗯，我不大想花力气再滑这边。过不去就算了。我不知道，我现在比较没力气啊。他写路线图啊？他刚好写第二支臂啊。麻辣鸭血，麻辣鸭血，我看一下，第二支笔，好，不要去。这刀45度，不是，他写15-45，我不知道什么意思。45度也太夸张了吧？对啊，无论如何看到45，我还是走掉比较好。好了，转头喽。往右滑。回个转啊，看下面还有没有岔路啊，不知道有没有，看看。
好松哦，我这里蛮松的。好，练习。啊，我们这里比那边高，然后缆车在那，应该是切得过去吧？看看，再看看。有有有。对。你有要拍吗？没有吧。啊，那就走吧。哈哈哈哈哈哈哈！哇，没有速度了。那个应该就是那个吧，看起来。嗯，看起来不像是45啊。怎样？好像也是用推的呢，还是不要去了，先不要去好了。我宁愿走刚那个。我不要。那你要怎么过去？我过去，然后你坐缆车上去，你走那边好了。你可以选那边啊，我们可以下去坐长缆车啊，我们回去原地啊，然后你滑这边，我滑下面这边。我觉得我不行啊，所以我就先不要。不然今天先不要去好了啦，那里看起来又有个隧道，感觉不好推。哈。哎呦，不要今天一直滑，那很无聊啊。今天就是随便乱滑，你要。好啊，那你要怎样？你现在要怎样？一起从那边过去啊。没有，我就不要嘛。可以一起，可以上去，但是我不想要滑这边。我不要嘛。为什么？我没力啊。
可以啊。那我从这边慢慢走，然后你走再推，是吗？对啊，我只是陪你坐啊，因为我路线还是一样啊。对啊，你要陪我坐。下去可以再仔细看一下，看一下度数，不然，肯定不行，但是在那种角度，我不肯，不知道我有没有办法用不费力的滑法。天色好多了，还有一点点蓝天，你看右上角。嗯，一点点，左边。右边，嗯，我是因为看天气好才想过大风雪天，我就不行，像我们这种都用不了滑雪，然后都滑光慢了。但是你说你要等我们家去，等的时候就要费力啊。那你就坐在旁边等。好嘞，嗯，好、啊。要去坐港州啦，目标就是港州啦，就是靠那条路吗？好了，你考虑项目进去了。而
且他根本就是才半山，对，我猜没有很差。啊？没有很差。之前像梅石的山顶那样是多少啊？有2000吗？不知道，要回去看。1000因为它从平地起算啊，梅石是从高原起算。哦，可以，但它的整个拉上去的高度可能也只有1000。你要看标高差、啊。在喊什么？西班牙国马吉古大赛。开了，什么东西开了？云开了。嗯。肩膀都干了，早上你还有屁股摆在那边湿了。嗯，那下面也都有很多一个洞一个洞的融化的痕迹，这边也有一个洞一个洞的痕迹。对啊。馒头练习，馒头练习。掉下来怎么办？什么？我要再一团掉下来，也蛮大一点，这是突出来。哦。好，我要投进去。是。厉害厉害厉害！你很累了。嗯，我在努力休息。超级侧降，啊，好，最差就是超级侧降，超级侧降不需换边，可以一路降到底，看看你怎么滑。唉，太可怕就会侧倒，太害怕的话，我就会侧倒。倒下去了。
你觉得这个太阳有在揉吗？有在揉背吗？揉背吗？有吧。还是只是照明？你看反光度啊，一下子的话通常都还好，再久的话他们会有一闪一闪的反光，那时候就是开始融。没有，就是ご来場いただき誠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お客様様および従業員の健康保障の安全のためお願いがございます。マスクおよびフェイスマスクを必ず着用し、別のグループの方とは間隔を空けてお過ごしください。咳やくしゃみをするときは咳エチケットにご協力ください。建物内にお立ち寄りの際は手洗いや消毒をするようお願いいたします。そう。そう。好了吗？嗯。那都是他们的休息站，不对外营业。前进啊，只是我弯曲的前进。避开高的地方。
先从右边下。右边。如果右边都不行的话，那表示那边就更不行了。觉得等一下可能会很惨吧。好，走吧。对啊，我右脚没有痕迹啊，所以我要注意右脚，看
我可以掏光一下，我可以掏摸一下，我可以从缓的下，你可以从那边下，你要看那边有多陡吗？我也不知道啊，可以过来看啊。我偷懒的话走右边就好了。我看到了，要修哦。嘿啊，你看不到下面，我看得到。啊？你是啊？加油！怎样？你还要滑吗？还要滑吗？是啊，我走右边啊。我说你还要滑那边吗？我不大想。啊，休息休息。厉害！乱乱的吗？哎、欸，哦，这么宽哦，往左岔就对了。我休息啊，我没有啊，我来观察一下这边好不好？嘿啊，前面要往左切哦。也不用切左边啊，就是走缆车左边这条路就可以了。先从右边往左边切哦。这样比较费力呢，我休息一下以后还是用小转转好了。啊？我是说下面才往左边切啊，你可以切回来啦。啊，好嘞，好嘞。好了好了好了，好多了，唉，那个前面那个柱子的左边那条路而已，就是这两个人都站之间，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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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在前面一些些就可以冲。而且有点歪歪的冲，
え？那些人往右冲，我们往左冲。等一下看有没有红色衣服。你那边也过得来啊？快要太低了，骗我！不然一起走这边嘛。走那边。走你那边啦。你不会太低啦，你一定过得来。是接起来啊。那就算啦。那我走那边好了，你走这边。他走了吗？嘿啊，你走左边，我走右边。缆车是靠左边吧，都可以了。它是左右横起来。啊！你要扯淡吗？我都挑不懂的路走。啊，脚底板又好酸了。我有走那边吗？我算是有走那边吗？有吧。有啦，是还好啦，但是我不想花力气走那里。但是我觉得你要我去推，我宁愿走花一点这个力气。我觉得我不行，刚刚那个路那么长，哎，快了就不行。别笑，别笑。这是我的选择，叫我去推推，我会累。我胆小。我也胆小啊，但是我更不累。对我来说，那更累。我觉得我很倒脚，到哪里？也不知道现在几点了，也不知道现在几点了，就是去好像去再回来而已，这样。
看到，隐约看到。安吉山出来了。帽子拿下来，下来了。要开这个吗？一小段吗？这是搭另外一个缆车，我们伊拉夫这边的贡多拉，这边又看到，隐隐约约可以看到阳梯山了。监测器本来很差，雾道什么都看不见，但是现在太阳快要出来了。没拍风景。我刚说一点二十二。三月开始，哎、欸，三点开始下雪，所以会不会提早？从右边。嗯。三点二十四。怎么了？一点二十四。嗯，一点二十四。iPhone 的说法是都是多余。上去之后还要接一个往上的，往上的，北七，坐错车了吗？不是坐错车，是这个缆车上去就在那个餐厅旁边啊，我们吃饭的餐厅旁边。哪个吃饭的餐厅？我们吃饭餐厅的旁边。我们哪一个吃饭？今天中午吃饭餐厅的旁边、啊，的右边，我不是都看有人要推去一个另外一个缆车吗？对啊，我们要坐的就是那个缆车。也就是说，从餐厅干嘛这么辛苦，这样爬过来翻过来坐这个？我现在才发现了。什么鬼啊？为什么要辛苦翻了山过来？你说太无聊啊！我想要滑不一样的路、啊。对啊，所以刚滑了不一样的路、啊。还可以吧。是还可以，刚刚视线良好，现在又要视线不好了。现在又有点想要回去了，开始下雪，不行了。下雪还可以，下雨我真的不行。不是下雪还可以，但是我又怕那个又要退了。恐怖的花，恐怖的花园退。嗯，那个时候你觉得我把板子拖拿下来走会比较好？有可能。因为那天从那个什么走回来，雪没有走很久，雪板用扛的。他没有倒数，所以我不知道我们还有多远。
是啊是啊，这里也有一条路哎。它这里啊，比较不用怕的是它的雪都软软的，不会像八方是硬馒头或是硬的那一条一条的，你过一脚一定要过。哦，这个差很多。那是习惯的问题。啊，不一样。去那里的人可能都喜欢练那一招。回忆一下路线，好，然后戴一下眼镜好了。对，我也要就叫东极王子联合选票。哦，是啊。对。哦，对，这也是东极的哦。你谁那里？他撞翻了吧？我说以前地名。应该是。啊？应该是吧。哦，他几次连撞翻了，他撞到二次。停在前面。问题是我们要走到哪里穿呢？不是，我们在餐厅有看到，就是往右前方左前方推推车，要走去左边穿鞋子，下那个缆车，对不对？那边有在动吗？有吧。哦，有在动，看到了。好了。
要冲了。我先上了，不是说有副椅子吗？结果没有。笑什么嘞？
局で水戸湖周辺で電波の特別監視を行っています。Holiday Run 绿线，这里比较陡，这里比较陡，过去又回去，所以现在第什么东西啊？我们是坐现在这条线的话，我们是 Sweet Monkey 啊。对啊，应该是。然后这个方向怎么都啥、啊？这是从下面爬上来吧？下面爬上来。那我现在方向要怎么走？就是沿着缆车线滑下去之后。不对啊。往后滑，如果这边是往上的话，为什么这个线也可以往上呢？奇怪了，我也不是很懂。好，我知道羊蹄森塔 course 的话是在那边、嗯、我知道在那边，所以那个这个的 you are here 我觉得有点错，反正我们下去就左转就对了，管他的哪里啊，哪里可以左转就左转。Parallel Run 跟 Holiday Run， Parallel Run 没看到啊。好，走吧。这里。Parallel。哦，那就是去 Parallel Run 啊，一直走绿线就可以去那个羊蹄了。我觉得应该是这边啊，因为右边就又回去了，好吧。讲什么？就滑啊，走咯。好、啊，往左切吗？应该是往左切，前面都是红棒棒，一路往左边过去。所以很，你要走？前面那边下去就是了吧？我就是缆车站了吧？对啊，但是那是缆车站，不是厕所。是啊。那么大一个缆车站，奇怪。要撤降。为什么？因为我不想走急的这边。这边还有路啊，好像。是啊，我用撤的滑法、啊。好啦，前面就恢复正常了。右边那个直走的路就是恢复正常。你现在走的路就是直走的路。你现在走的路就是直走的路。我先？我还在侧降，你没看到吗？
应该是不至于到用推的地步啦。啊？我要走啊！我正在慢慢下，我还没下到那么下嘞。我就是不想嘛，我现在胆子很小。好，好，可以了。
是其实刚刚直接往下滑就好了。什么意思？就是还可以再往下滑。那我现在坐哪里去？不知道，我看看好了。总觉得看到这个就想坐了。看到了，好，我做了错误的选择，这个不用上缆车了。对呀、啊，这个是回去用的，离厕所越来越远了。有可能，如果从下面是一，中间是二，上面是三的话，我们在三了，是不是？我刚是第二还是第几？三，第三。现在做的是最上面这一段，回来的话要做三段，这是第三段，所以我们会重复滑刚的一次，然后要记录，就一路往下冲，然后这次我跟你后面，你努力的冲吧，啊，没有用啊，还是我们两个，你要换鞋子，拉一拉你，你要换鞋子，没办法换啊，要鞋子长度一样才能换啊，哈哈哈哈，那连鞋子都给你穿。Thank you.
可以啊。对啊，这样不会太浪费。我怕要来不及。好啊，那就回去了。回去了。真害怕。很害怕。啊？怎么现在看起来天气很好的感觉？我是说没有雾就叫天气，自己这里不觉得有雾就是天气好的。啊，你觉得要不要回去？回去啊，回去啊，怕，回去啊。压力很大。压力很大。我想养养。是从哪里切回去啊？小狗吗？是的啦。小狗就是那个红加黑。是吗？啊，我看到了。看到哪？前面那个黑柱柱。那个黑柱柱的。黑柱柱我们不是有滑过吗？上红下黑的那一段，然后中间有一个绿线可以切右边。对啊，切绿线就好了。你要去哪边尿尿？中间，今天的餐厅啊。
推的感觉。其实很快就回来了，还好吧。依照我们的速度，去那边下到底再回来是 OK 的。好，但是我很想上这个。没关系啊，就来上。不好意思啊。不会啊。早点回去睡个觉。那个很热吗？没有啊。你说尿完尿又跟我说，我们。没有啊，看要滑什么，都可以啊，滑上面，坐这个滑上面，要不要？再休息一下好了。希望苦翻到那边去，然后拉上来在这个后面。对啊，好白烂啊。那下次你要帮我按掉。哦。感觉，哎我。